阴间神探，精彩继续。假如这两桩命案的受害者就是当年杀妻同盟的成员，那么我想两名死者会不会彼此认识呢？于是我出示第一张死者照片，问李女士认不认识此人。她摇了摇头，没见过。我略感失望。黄小涛说，李女士，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昨晚也就是昨天除夕夜你在做什么？不在场证据吗？李女士平静地回答，昨晚我在家里做衣服，有一个小孩订做新年衣服的邻居来过一次，在我这里待了半个小时。黄小涛在本上记下邻居的联系方式，然后我们起身告辞。李女士问，我儿子他现在怎么样了？黄小涛回答，他和他妈啊，他后妈在娘家，还不知道父亲遇害一事。那他以后怎么办呢？我还能见到他们？说这话时，李女士表情十分的真诚，可见她想见儿子心十分的迫切。黄小涛说，这样吧，我给您介绍一位专攻婚姻法的律师，您是孩子的生母，当年的离婚案有许多站不住脚的地方，他可以帮您收集证据，尽可能多争取一些遗产。李女士沮丧地说，可是我没钱呢。不要紧，他是一名有道德的律师，胜诉之后再收费。说吧，黄小涛给他一个联系方式，李女士千恩万谢地送我们离开。我们顺路去邻居家里核实了一下李女士的不在场证据，她所言属实。然后黄小涛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给刚刚他说的律师打了一个电话。陈律师，这案子拜托你了，劳务费我待会儿给你打过去。不客气。原来刚刚黄小涛说胜诉之后收费是骗对方的，律师无论胜败肯定是要收一笔劳务费的。黄小涛挂了电话，孙斌兴问，小涛姐姐，你这人好奇怪呀，有时候抠得不行，有时候又那么大方。黄小涛笑笑，同为女人难免会感同身受吧，就当积一次阴德。然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你可不许学着男人啊。我义正辞严表态，那种负心男白披一张人皮，连做人都算不上，拿他代表其他男性是对男性的侮辱。黄小涛拍拍我肩膀又说，可我们还要调查他的死，把凶手缉拿归案，有时候当警察就是这么无奈呀。我们赶紧回去吃饭，回市局等程厅长到来。7:30左右他就到了，穿的是一身私服，自己开车过来的。见到我们他言简意赅地说，走吧，找个安静的地方。黄小涛说，附近有一家茶座。程厅长摆手，不花那个钱了，随便找个会议室就行了。我们来到一间会议室里，孙冰心给程厅长泡了一杯茶。程厅长喝了一口润润喉说，其实我早就料到你们会翻这个案子，否则你们就不是特案组了。他告诉我们，20年前南江市发生4起已婚女性被杀案件，死亡受益人无一例外全是他们的丈夫，警方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了杀妻。然而一调查就发现每个丈夫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。后来孙老虎和我爷爷介入调查，立马发现了破绽，这4个男人表面上不认识，私下里通过网络联系，他们是合谋杀妻的。和孙老虎遗书中所言一样，案子前期势如破竹，两个老搭档联手不断逼迫这4个男人心里防线，逼他们露出马脚。然而就在这时候组织介入了，他们把嫌疑人洗得干干净净，于是案件升级变成警方和江北残刀的较量。但敌暗我明，每次都是江北残刀占上风。我爷爷查来查去，只查到对方的主使者正是黄泉买股人。
在此之前，我爷爷已经被黄泉买骨人挫败过一次，就是梁川连环杀人案。他不想再眼睁睁地放跑嫌疑人，让组织得逞。案子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之下，硬是拖了一个月。孙老虎的上级不断向他施压，命令他停止调查。在这种绝望之下，两人终于产生了以暴制暴的念头。郑厅长喝了一口茶，目光扫向站在一旁的宋星辰，突然问道：这位小哥姓宋吗？我点点头，是的，您怎么知道啊？程厅长笑笑：因为我看过你们特案组的人员编制，而且20年前这案子也是宋家人出手。宋家人？我错愕地站起来，难道以暴制暴就是指？是的，这是我后来听老孙说的。他有一次喝醉之后，请了5名宋家当年的丑一流高手对付黄泉买骨人。听说当时啊，那5名高手把黄泉买骨人及其手下逼进一间工厂，准备将他们铲除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发生了一场大爆炸，半间厂几乎被炸毁了。这就是当时被报道的318爆炸案，也波及到了一些平民。宋星辰突然开口：那5名高手呢？全部炸死了，尸体无法辨认。由于这事儿影响太大了，加上老孙他擅自行动，动用私刑，受到了严重处分，被停职1年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他立过那么多功，本来当上厅长的应该是他才对。我们都感到无比的震惊。我有许多问题想问，我还没开口，宋星辰就激动地说：5名高手中有一男一女吗？程厅长摇头：我不清楚，这些全是老孙转述的。我望着宋星辰：星辰，你说的一男一女难道是？宋星辰眼神暗淡地回答：20年前我5岁，有一次我父母外出执行任务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我被姑姑收养，对于他们的去向，他从来都没有明说。一阵沉默之后，程厅长说：老孙他可能也是心怀愧疚吧，那次向我提到的时候样子十分难过。他反复地跟我说，一名警察无论如何都不该越界，不择手段就和凶手没有区别。假如你们想验尸，可以去政务室看看，档案不在了，也许政务还在。黄小桃问：您对这件事怎么看呢？程厅长呷了一口茶说：我觉得全部是老孙的责任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阴间神探，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，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有声的紫金。